大哥出事了，你们四个把他们两个先藏起来，其他人咱们走。快走。 全力围捕住小猛，马上封锁城门。嘿，大叔，德义。哎，老爷，你这是干嘛去啊？哎呀，你没听到外边都响枪了吗？那肯定是出事了，我得去看看。饭都做好了，好歹吃完饭再走啊。哎呀，还吃个屁呀！我要是去晚了，中村能饶得了我吗？不吃了。那你小心一点啊。大叔，德义。 孟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少他娘废话！我干娘呢？快放人！你娘？你娘不是在家的吗？今天我什么都不想说，我想见我娘。如果见不到我娘，别怪兄弟不客气。我真的把你娘送家去了，我要撒谎，天打雷劈！大哥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小鬼子马上就要到了。 既然你把我娘接走了，那就麻烦你再把我娘接回来，走吧。蒙哥，十三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不及多说了，咱们赶紧走。 娘，儿子让您受委屈了。娘没事儿，只要你们能回来，一家人在一块儿就好。哥，你是伤？没事儿，妹子。蒙哥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再说的话真出不了城了。好，大哥，兄弟冤枉您了，改日再向你赔礼道歉。哼，现在还有一件事情。 护送我们出城，孟子，让我送你们出城啊！这要中村知道了，他还不得……哎，好，我送你们，走，娘，走，快走，快点！啊！
大哥，对不住了。警察，你他娘的眼睛瞎了，滚开！娘，放心吧，咱们出城了，安全了，以后咱一家人就能团聚在一起了。娘，我以后再也不要跟您分开。大佐，刚才我已经打电话和城门口确认，他们确实出了城了，而且还开着一辆卡车，应该是奔着清风殿方向去了。史田，你们马上调集这一线的兵力，围堵龙啸盟。嗨！蒙子，咱可是这么多年的兄弟呀、啊。你不会真的对我动手吧，大哥？别听他的，如果把他放了，他肯定带小鬼子找到咱们。把枪放下，放下。回去吧，蒙子，你放我。你有恩于我，我不是恩将仇报的人。保重，蒙子。你这以后就干八路了，回去吧。嗯，也好。总之比我硬气。希望咱哥俩别在战场上见。快走吧。老肖，你屁股底下那弹药箱里装的什么？咱们都忘了看了。哎，对呀，光顾着跑，没看看小鬼子给咱留啥好东西。来，嚯，老肖，这全是你的宝贝啊！好家伙！原来在这儿等咱们呢，赶快隐蔽。好，打！小敏，
跑我老娘！好，快！做好老娘，小心点儿啊！小敏，走，走吧。带着我，你们一定跑不掉的。娘会拖累你们的，听话，快走。娘，我不能丢下你。丁玲，丁玲，蒙哥，丁玲，蒙哥，赶快！鬼子快来了，咱们得赶紧走。小敏，保护老娘。十三，给我打！打！娘，你要干什么？娘，不要！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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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八路军呢？大佐，我们对地势不了解，如果再追下去，我怕中了八路的埋伏，所以我就先带人撤退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擅作主张！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做。 大佐阁下，这次兵变责任在我，属下愿意负上全部责任。石田，这次的责任也不完全怪你。其实，在我们的心里，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任过中国人。只是这一次，被卢小猛钻了空子。这个狡猾的卢小猛，竟然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。 还造成了这么坏的影响，我看此人不除，我们永无宁日。对，这次是我麻痹大意，责任在我，但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警示：对于日后招上来的皇协军，绝对不能重用。要想彻底剿除敌人，还得靠我们大日本皇军。阁下所言极是。虽然现在。 哥的不辞而别，都是因为我，才害死了咱娘，害了咱全家。我不忍心看着咱娘现在一个人躺在荒郊野外，我要去找到她，而且我还要去找中村。我知道此去有去无回，可是这个仇。 我必须要报，我要给咱娘报仇，我要给那些死去的兄弟们报仇。你的选择是正确的，八路军才是真正保护咱老百姓的队伍。哥没能照顾好你呀，今后也要照顾好自己。 十三，我哥，十三，我哥，我把大娘带回来了。娘，来，娘，娘，娘。
娘，哥，你干啥去？干娘被鬼子害死了，我们替干娘报仇去。你去找中村。没错。哥，你现在不能去。你要是去了，你就是白白的送死啊，哥。娘没了，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还让我活吗？哥，你现在是小米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呐，哥。我知道你要报仇，娘死了我也心疼。但是娘为啥死呀？她为啥死呀？她是为了让咱们能好好的活着。你要是现在去报仇，你不就辜负了娘的这片苦心了吗？咱娘不就白死了吗，哥？鬼子跟我们不共戴天，你放心。这个仇，我们一定要报。哥，你不能去啊，娘不能白死啊。这个字，你们两个也认识吧？嗯嗯。作为一个大日本帝国的武士道军人，这个字是应该刻在心里的。中日两国都有这个字，可是对这个字的解释却截然不同。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是汉唐，因为那是他们最尚武的时期，而现在的东亚病夫早已经忘了这个字的真正意义。所以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，不要忘了尚武的血性，武士道的精神。当然还有五十三给我们带来的耻辱。兄弟们，收拾一下，准备出发。丁阳，咱们该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十三，这些年我作为一个女儿，我没有尽到孝心，好不容易找到娘，才跟她见了几面，手心还没捂热呢，她就这么走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孝，我对不起我娘。我哥死的时候，你劝我说：“人死了不能复生，咱们得往前干。”现在轮到我用这些话来劝你了。十三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娘背回来。哎，别这么说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而且。为你做什么事儿，我都愿意。
还有，小猛哥那边怎么办呢？我想让他跟着我们。嗯。眼下只有一条路了，那就是跟着八路干。不是，丑话说到前头，谁要是不愿意，我不为难你们。小鬼子杀了我娘，这个仇我一定得报。今后我和小鬼子就干到底了。大哥，兄弟们几个出生入死，跟着你干了好几年了，二狗子也是咬着牙挺下来了。这八路有啥不能当的？你就是我们的亲大哥，大哥的仇就是我们的仇。好兄弟。排长，连长他们回来了。好，终于回来了，走。小猛哥。啊，十三。下去吃点东西吧。不用了，你们吃吧。我想在这儿一个人静一会儿。猛哥，大娘的事儿，是我们八路军对不起你们。要不是我们……别说了，即便是没有你们八路，小鬼子也不会放过我和我娘。这个账，我一定会算的。猛哥，你和你那帮兄弟们加入我们八路军，那是如虎添翼呀。又多了一员你这样的猛将。哼，只不过我们这里条件较差，不如你在当国军的时候那么风光。哼，带兵打仗。那有享福的，何况你们八路是打鬼子的队伍，又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，并且我妹妹也在你们队伍里，我可以和我妹妹天天在一起了。那你那帮兄弟们都愿意过来吗？他们都表过态，愿意跟着八路干。我们曾经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。太好了，这下我就彻底放心了。哥，以后打仗的事儿咱俩多商量商量，你作战经验比我丰富，什么事儿啊还得多教教我。哎呀，转了一大圈又回来打鬼子了，这就是命。我的命里注定这一辈子要和小鬼子干了，但是现在物是人非了，你二哥、张良哥都不在了。来，二位请进。哎啊，来，请进，请进。以后啊，你们就在这个院子了。你们几个，这个院子就归你们了。其他人跟我走。哎，啊，这有水。哎，这边来，放车，放车，放车。来喝点水。好，咱们这八路军里头，怎么有穿二狗子衣服的？这要到晚上出去，老百姓不得害怕呀。哎呦，老乡，你放心，我一会儿就让他们换。你可盯着让他们换了。好好好。谢谢老乡。不谢不谢。哎，对了，咱们到这儿暂时也安全了，让你们几个兄弟把这身皮脱了吧。没看老百姓都怎么看你们呢？这八路要给我们发衣服？一时半会儿发不了，没看大家都凑不齐呢。哦，那就什么时候发，我们什么时候脱呗。我说桂寒，你穿着这身皮舒坦是吗？再说了，你没看老百姓怎么看你啊？你们穿这身皮大半夜出去，会吓着老百姓不说，自己兄弟稀里糊涂对你们动手怎么办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意思我们想穿这身皮？你意思我们光着身子去打仗？我光着身子也不穿你这身皮。你再说一遍。滚！干什么呢？
大哥，他非得逼着我们脱这身衣服。我看着这身皮，我就不舒坦。你没看老乡怎么看你吗？哥，你看，咱们参加八路军了，这身衣服咱扔了得了。脱脱脱脱脱脱！裤子还脱吗？不用，裤子不用脱。要不，问老乡借几件衣服行吗？衣服没有，发军饷也行。废什么话！这位同志，我们八路军是一个有纪律的部队，八路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，我们都是为自己打鬼子。参加八路军的同志都是自愿自发的，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就是抗日救国。你说那些大道理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我是跟着大哥来打鬼子的。好了，爹令，找老乡借一些布料，先做一批帽子发下去。桂海，你放心，告诉兄弟们，衣服的事儿我们一定会帮你们想办法的。给你们拿什么来了？大妹子，我跟崔二旺闹着玩的，没想到你还真送来了。快试试吧。来吧，自己拿，这是我的。怎么样？挺好的吧？真合身。谢谢大妹子。桂海大哥，有件事儿我可得提醒你一下。既然当了八路军，有些称呼可得改一改。我是咱们五连的指导员，以后大家都叫我指导员吧。经理，指导员，八路军战士赵桂海以后就是你的兵了，你说打哪儿我们就打哪儿。好。什么事儿啊，那么高兴？哟，大家都换上新衣裳了啊。老杨大叔啊，知道咱们衣服难解决的事儿，就发动老百姓给咱凑了几件。可是现在乡亲们的情况，衣服也没有凑够，我呢就拿了一些破旧布来做了几件。啊，嘿，好，好，好，大哥，你这都是补丁，怎么穿啊？来，穿我这件。这是我妹妹给我做的，你穿你的。哎，哥，你就先委屈穿着啊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，小明啊！这要是你给我做的，我这心里就暖和，比啥都强。哥，老娘留给咱的玉佩，以后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可不能再摘了。嗯，行，我知道了。由于粮食短缺，军部决定不再向各个驻军发配军粮，而由驻军在防区内自行招粮，所以这次行动的重点是突袭和快速扫粮，不能给那些刁民一点点藏粮食的时间和机会。我要求你们搜索每一个村庄，记住，是每一个村庄。嗨，这衣服的事情也解决了，今天我来找你们啊，就是想来跟你们说说咱们八路军的军纪。军纪？哎呀，我们就听你和大哥的，你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。那可不行，咱们八路军啊是有严格的军事纪律的，
小明啊，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明白，你具体给大家伙说说吧。啊，来坐坐。哎，来来，这样，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什么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这是对于我们八路军的一个简短的军事总结。作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，光有强有力的战斗力是不够的，还要有铁一般的纪律，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，老百姓才能支持我们。说白了，我们只是老百姓自己的部队，老百姓是水，我们就是鱼，要是没有了水，咱们八路军这条鱼还能活吗？我具体给大家讲讲，三大纪律呢，就是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，一切行动要听指挥。哎呀！哎哎哎！鱼。大嫂，大嫂，禀报大嫂，这片粮食啊，过不了多久都要熟了。是啊，粮食快要成熟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我们马上就可以收割了。每年到粮食成熟的时候，八路就会给我们抢粮食。他们抢的不仅仅是小小的粮食，还有继续和我们斗争下去的希望。马三，每年就这么多粮食，如果八路抢的多了，我们的队伍就会缺粮。马三，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请大佐明示。今日起，命令你的队伍全部下乡，特别是八路活动的区域，把所有成熟的粮食全部收掉。如果带不走，就地焚烧，一粒粮食也不能留给八路。是。行。大佐慢走，大佐慢走啊。今年啊，这麦子长势不错呀，总算是熬过了青黄不接的时候。这老天爷啊，照顾咱们，今年呢，看样子是个丰收年。不过，这鬼子呀，已经开始在炮楼四周的村庄搜合了。是，之前咱们派出去的侦察兵回来报告，说鬼子的日军据点那里啊，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日军的车、人和马，到各村各户去搜粮。据点附近的老百姓啊，也是怨声载道。村长，村长出事了！怎么了？二狗子把三边台的粮食给抢了，这不是派我给送信来了，想叫那八路军去帮帮忙。有多少人？有30多个。三十几个二狗子，就敢在老子地盘上横冲直撞，还反了他了！小哥，到，集合一排二排队伍，准备战斗。是。停！哎呦！等会儿，老子撒泡尿去。他娘的，老子撒泡尿，你们提什么裤子？蹲下！撒完了。